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小高层的住宅啊，总高七层，24小时的管家看一下，这个环境非常优雅，带电梯，一共只有12户。这套房子建筑面积181平，原始是三开间朝南的户型，业主把它改成了大两房。看一下我们这个沙发的质感非常不错，全屋地暖，中央空调。看一下马赛克拼花的户外阳台，对面太原别墅的这个景，今天的这个下雨天别有一番风味啊。这个设计很好，推拉的这种玻璃移门，就是可以把整个空间打开。这些家具都是业主精心挑选的，非常复古，然后还有一种法式的感觉，质感非常好，可以感受一下。往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餐厅，南北通透，这里还有一个朝北的小阳台，半开放的厨房的设计，配了洗碗机、酒柜、微波炉、烤箱。上一任租客刚退租，业主精心的做了一些保养，这一排全是储物空间，洗衣机也在这里做了嵌入式的。这里是我们第一间卧室，平时可以作为客房或者儿童房、客人卫生间。这个房子非常适合一个人居住啊，或者一对夫妻，非常的精致。这边是主卧卫生间，大浴缸，这个落地窗的飘窗，景色也非常漂亮，推窗见绿。来，这里就是推拉移门的步入式衣帽间，女主人的最爱。在老徐汇永嘉路这样的地段，低密度的小高层，整栋楼只有12户人家。来欣赏你的阳台景色吧。